天下无双。昨天天美又回头看了看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宫本，然而这次并没有削弱他，而是给了他一套超帅的新衣。这也许是天美良心发现，给宫本一副新的铠甲，为宫本增强做铺垫。也许很快你的宫本就会很开心地跑到你的耳边，亲口对你说，无敌的我又回来了。但这也只是也许。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，说5年后的我在王者峡谷带兵线，突然一个超级兵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曾经也是一名英雄，但那只是以前的事了。我看了看他，问你的名字是？他骄傲地抬起头对我说了4个字，宫本武藏。